外口有人通摕这张牌票。正义使者。真对不住，因为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。什么代志？现在江湖上出现了一位人称正义使者的人，伊的武功高深莫测，准为善良的人打抱不平，专治奸恶之徒。这个人就是。是谁？林小芳。无人知影伊的去处。那呢？你哪知影？首先知影林小芳出现江湖的人是正气堂的人。拄只，我接到岳父的一封书信。岳父叫我即时倒转去正气堂，强相对策。阿英，你讲。我到底是去，还是莫去？阿英，你讲啊！我无想要回答，要去，敢唔去，互你家己决定就好。你伫咧笑啥？我是笑正气堂的人，也未免太堕落咯。这几年来，召集了门下所有的弟子，由梁家兄弟亲自授戒。正气堂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盛威，现在只听到一个小小的林小芳出现江湖，都十分丧胆。这未免太抬举林小芳了。哦，你是讲林小芳不足为惧？我并无轻视。只不过，我季家良踏入江湖到现在，还阁毋捌遇过敌手。现在机会已经来啊！如果我要的若是无毋到只，林小芳必定会先来忠义山庄。我唔准你去刺杀林小芳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亲自甲伊算账。是夫人，在下遵命。照顾着小凡，我讲小凡已经可，
才有人了解，更加有人会当同情。怎么邱大哥你才会当来投奔？秀慧，到底是安怎事？亲小弟，有什么困难，应该我爱帮忙。如果你若是同情这个小弟，应该给小弟一个安慰。照我的意思，去找杜雅英，逼出杜行清为父报仇。小孩，记家了。以后派是我的亲大哥，你叫阿兄跟阮阿兄动手，你安尼做敢是太过残忍嘞？杜行清伊最关心的就是阿英，唯有这个办法，才有法度逼杜行清出面。如玉，我的痛苦你是上知影，处分也不报，我死目都唔愿去。你有什么温情？老老实实对阿兄讲。跟你讲，只是加添你的烦恼，分散你的精神。我绝对袂跟你讲。陆桥，伊袂跟你讲，伊对我真忠心。伊若无我的同意。对袂讲出，季家良带阿英倒转去山庄，你紧去找伊。是毋是有药通救？你家己心内忧伤。伫我未死以前，我要一目睭看到杜行清受着报应，我要一目睭看到逼死我阿爹两个兄弟死在我的目前。所以我不得已，就逼我大兄去。对不起，如果你的心目中，恁大兄的分量也是比我较重要，那安尼你即摆用去倒转去山庄，去通知恁大兄，我绝对袂怪你。夫妻之爱，兄妹之情，随在你家己去选择。为着我，已经是不救人世的人。伊这几年来对我的恩惠，我一世人是无法度当我报答伊。你要去救恁大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即摆会用得去啊？让伊倒转去山庄帮忙恁大兄。兄长甲夫君啊，该是亲。
环境的转型啊，叹哪呀吼！一个妇女的美德啊，该有份，分出个。蛮无意思的，即马工商哦，大家忙下着伫咧回回这件代志，你来亲人口有听过几啊摆哦？嗯，是哦，即马是工商有够钱，有够用，啊，等于行啥？哦，安尼你足自信的就对了吼。那安尼我要加食一寡哦。稳的，嗯，食。哎，小弟也来一个哦。好，嘿嘿，嘿，客客客官，哎，小鸡搁来烘一只。好，看看，这烘一只小鸡来啊。对啊，是是。彩玉啊，嗯，刚食是烧鸡，搁一只来，你有影大人推落？哎呀，包起来啦，无咱现要食啥？嗯，来来来，烧鸡来啊，烧鸡。嗯，包起来。嘿，阮下暗顿才要食，啊，算算来看总共偌济钱，记咧壁，我叫阮的师长来甲你算。哈，要欠烧哦。是啊，唔通过看，你看遐看卖，遐。呀，红是遐。好。哎，嗯，欠少嘞，安尼哪有通？无你是知也唔知？啊？哎，啊你讲知影阮迄个好朋友是啥物人？哇，你炸锅包天哈！你敢得死我迄个好朋友？我来讲，准备徛好。嗯。无得靠你立胆，得要让我把你惊死吼！好。你敢知影阮迄个好朋友是啥物人？正义使者。凌霄峰，哦，欠少，用个欠少。啊，下去包啦，无锁啦，包。包，会使吼。包，包，包。哎呦，差不多诶，我介绍吼，敢那会发生代志哦。免惊，啊免惊，你搁直直咧做。无，我是咧存。吃物件唔多爱钱予人，阮都无钱，所以恁才会借凌霄王的名，伫这咧横行竖骑。无，我无欢喜行，搁直行，我是敢若甲写笑尔哦。是讲吼，后摆阮若找到凌霄王，阮迄个师长的，我叫伊来遮拄只笑目形互清楚。既然甲无钱予人，就是要白恁白食。我要将你送官严办。公主啊，迄个我无，是我啊，拢伊哦，这步数拢伊想的啦。莫甲我害啦！你若自从这个责任，拢推推挂咧我耳啊。啊，必死你家己去死，要共拖落去。歹想。凌霄峰既然阁是人称正义使者，
恁就不应该损害伊的名誉。公主啊，我安尼做拢无不得已的，我想讲哦，相一定原谅我啦。我找五年啊嘞，我是伊的死忠好朋友呢。也你嘞？我是咧找阮小姐啊，人我是林小芳的某呢。啊？无啦，第三个好宝的啦。第三好宝？嗯。你即摆咧讲啥？我来听无？我都足希望小芳诶，互我做翁啊，我互做某啊。人迄头一个诺宝吼，就是正气堂迄个杜阿英，啊，毋过伊嫁人安尼，即摆弃权啊。若第二个吼，就是阮小姐饲白冰啦。啊，毋过我已经找伊五年啊，可能死啊。哦，要若安尼，你找恁小姐诶目的，就是要证明看伊有死无？对，我就是有这個意思，足爱伊死。安尼，我毋才有希望做小芳诶某。啊，你有希望，我就爱失望。你哦，无采我对你遐尔只济呢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无。好啊，即嘛是咧讲钱的问题，稍微减讲过。公主啊，你嘛少同情阮咧吼。若要同情伊会用呢，也若你袂用去同情伊。是安怎？你对恁小姐不忠，你希望恁小姐都爱较早死。哎呦，迄希望是鬼希望，那我定定嘛惊摕咧安尼招你哦，是讲哦。可能是我家己咧担心死的啦，小芳嘛无拄拄讲看我会喜欢我，我看七哥八哥过来过去吼，也是过一靠的手头，差不多淡薄。小李，恁食偌济，我替恁。哎呦，多谢哦！恁两个在跟我行。好。要来，蒋爷来了。林小芳来啊！伊要找是你，虽然我甲你并无相亲，也毋过咱两个人已经拜过堂啊。名分上你就是我的母仔，既然伊要找你，就是向我挑战。既然伊要找人是我，就应该让我来去甲伊见面。林小芳，你会恨我无？会，我会恨你。任何一个人，害死林小芳，我拢会恨你。林小芳是我杜阿英亲手要杀的人，我一定爱让伊死在我的手头。我今日去了解，我甲伊的恩恩怨怨，情甲恨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林小芳在今夜会来。
有什么动静无？拢找无。林小芳只不过如此而已，伊既然来啊，阁唔敢露面，哼！伊根本都唔敢我跟我的身躯边，要哪有资格通向我挑战？妈哟，你是安怎？你脚脚边后头打一张字条。伫倒位？你拢无感觉是？快，阁再来，林小芳。一定真明显，家玲，你根本就不是伊的对手。梁小芳，你为什么不待我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妈呀，你要走？我要来去找伊。你知在倒位？山脚只有一间客栈。我无要甲一个女人交手，我搁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若不背剑，我感觉要得你的命。